没有误会，我确实喜欢你，苏苏。放手！哎，两位大哥，我的手都要断了。老乡，从我进公司开始，你就一直陪着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会站在我背后支持我，我很感激你，你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重要。别说了，所以我不想瞒着你，我很喜欢巴顿，希望你可以祝福我们。老乡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能不能不要搞那一套辞职闹脾气的幼稚事儿？你想多了吧，我在公司里吃香的喝辣的，就算你赶我走我都不会走的，只不过我要求这个月奖金翻倍。没问题，为表诚意我给你翻三倍。帮我调查江巴顿的个人背景，我要他的全部资料。巴顿，你怎么还在生气啊？跟个小孩子似的。好，巴顿，我错了吗？你要怎么样才能消消气啊？你错哪了？我错在不该知道老肖喜欢我，我不该让你吃鱼，伤害了你们鱼类之间的友情。好吧，对，你就原谅我吗？让我再想想。有我在，不要怕。如果你是刘轩，你又像他那样把我送回大海吗？刘轩那样的草包怎么能跟我比啊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你要是喜欢大海的话，我就在家里给你装一个比客厅还大的游泳池。嗯，干嘛非要送你回大海，让我们人海相隔？对对对，我主人说的最对了。